这有瓦哎，黄老师。哦，有木板。哦，这还有假手架呢。拿假手架。哎，哎，这是不是不合理？只有咱俩的时候怎么这么多？ 不是特别的合理，我觉得。不知道鹏鹏今天拍不拍，我待会儿要跟他视频一下。你待会儿咱们摆瓦的时候，我提议啊，这一季今天录完啊就结束。<笑>这么早就撂挑子了，没有必要在这困了。哎。 这是咋弄的呢？打个十字儿，我知道了，明白了。对，等会儿拿点火去把。明白。给我一扶着。哎。嘿。 还真结实，so easy。哎呀，啊，两个都搭得上。哦。呵，一看你就练了身了。